直播，直播啊，双直播，我们台下也在直播。OK， 好，那我们先请呢，我们局长呢，为我们做一个引言。好，大家午安，好吗？好吗？好，拜拜。拜拜其实说不要严肃，好像开始就很严肃。我是应该跳。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我其实要，与其说引言啊，我觉得比较重要，应该来说明一下说，我们高雄市政府新闻局为什么会跟我们移民公文学奖来进行这些。所以其实移民公文学奖已经办到第四届，其实非常的，之前就已经有相当的成就。老实说，并不是要靠我们的资源，而是要靠移民公文学奖来协助说提升我们的城市文化的发展，这是我的动机。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像现在因为政府在谈新南向，所以我们才展开这一切。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我去年应该是去年初嘛，我们本来就已经想要在跟上镇这边。上镇大哥这边来谈说，是不是也让移民公文学奖来我们高雄这边办？那个时候其实当然政府还没有，所以说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更不同的国际化的视野，然后另外一种对这个城市文化的想象，它本来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城市治理工作里面，我们每天都在思考的一环。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正好去年有一件我觉得很有趣。去年那个去参加梦时代，他们每年都会办的一些异想嘉年华这样游戏，当然他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主流的财团的单位啦，但是很有趣是说，我认为主流社会他也慢慢的把一些有关于我们东南亚文化元素放进去，他说去年是也正好就是用印尼来做前年，也正好是用印尼来作为他的一个游戏的主题。那在过程中就是说，我也开始跟着去思考说，其实我们台湾人好像每天有一种很急迫的国际化的饥渴，可是呢，那个国际化的想象却不是那么的国际化。那包括说离我们最接近的，甚至我们自己，我认为台湾当然也是这个东南亚社群的一份子哦。那这个东南亚社群本身，我们国际社群，我们本身的熟悉度跟理解度，我们都还慢慢开始摸索。那当然，这样一个主流的活动，它慢慢融入这样元素，我觉得这是社会一个正面的。就像是说，现在政府提出新南向，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国家发展方向的大主题。对，但虽然说新南向这个概念本身，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拓伸它的这样一个空间。比如说，南向它是不是
有很强烈的一种说，哦，我是对于一个译者的进发。但是其实我觉得换过来，我们更要想一个方面是说，就像我刚才谈到，我们要对于我们自己所属的东南亚社群的了解，哦，然后甚至是怎么样适恰的在里面作为一个分，作为一份子。那当然就是说，这次呢，跟我们来合办这个移民工文学奖，就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刚刚除了讲到这个东南亚这个要素以外，另外一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是说，我觉得文学奖它尤其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方式，就是我们过去对于台湾的这些东南亚朋友，我们老这种想象就是，有关于他们劳动面向，劳动很神圣，劳动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就是说。任何我们对任何一个在我们社会上的群体，如果有一个单一化的叙事，那我本身认为这是比较危险而不够丰富。那我认为文学就某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些东南亚朋友社群，他们其实也有远比我们狭小的想象力里面更多的可能性跟能量。那所以呢，我也认为说这个移民工文学奖是我们来做了解东南亚、参与东南亚社群，甚至是包括我们在我们自己台湾岛上的东南亚社群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文学呢，不但可以打破这种单一的叙事化，然后也是他们，也是这个社群做一些自我叙述的可能性。那当时在上一次开幕式的时候，我也有特别说到说，我们市政府这边希望能够来跟移民工文学奖合作，一个很大的要素是说，希望说让我们台湾的南部，在这个世界的南方有一个彼此对话的一种可能性。因为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经验共同的抽取，包括说我们遭受到说任何觉得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我们被忽视的潜能等等，那我认为这都是一种很好的对话跟经验上的比较结合。那同时也希望说，今天这个移民工文奖它是一个属于全国性的活动。那我们要经营高雄的城市文化，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在地的活动，但是如何跟这些全国性乃至于世界性的活动来进行做结合，我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那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跟移民工文奖的一个合作来作为我们彼此的尝试。所以以上大概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些说明，也感谢我们移民工文奖跟我们两位作家朋友还有老朋友阿波的协助，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张正大哥，交给主持人，哎，交给主持人好。OK， 那当然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台的张正昭老师跟各位说，其实在这边我们一点小小该讲，可能是插个嘴。其实局长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我们在台湾有蛮多的，就是东南亚裔的华人，他来台湾留学之后，他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但他的作品都还是以华人的角度在看。可是我是觉得新移民的作品来讲呢，它可以让我们真正从本身它的真正的印尼文化，或者是东南亚的文化，不管是泰国还是马来西亚，能让我们了解一下。那我当然觉得说，现在我们学东南亚语很不开心，所以呢，到时候呢，我就会想有一些翻译的朋友，他会帮我们翻成中文。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些理解。当然，我觉得移民工文学奖，如果将来办到5年、6年、10年的时候，居然我们自己可以用跟他们的语言来读的话，我想移民工文学奖就是真正就是等于说是达到他们真正的目的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让这个我们的总召集人，当初呢，那么。想到要办一个文学奖的时候，来谈谈他的想法，还有这整个过程中他的一些心得。欢迎张老师。谢谢大家的参加。总召集人啊，好，这个名字后来取的。我们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号称我们是那个热炒文学奖，就是那路边快炒文学奖。因为什么快炒呢？就是我们在路边。他啦，那场在不在？你在吗？反正阿波那时候就也在，就大家一起聊天乱聊。我们要在移民工东南亚这上面做些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如果 那天移民工在台北的话，应该会参加，因为那个是一个文青吃热炒的一个概念，文中吃热炒的概念。那可是我还想做一些事情，想扭转或想颠覆台湾社会里我们主流中文人和非中文人之间的一些不平等的关系。那怎么样去颠覆它？我跟我太太跟文章，我们在做四方报。四方报就是一个让东南亚的外籍劳工、移工、外籍配偶、新住民
发声管道的一个乐坛。那除了媒体之外，可以怎么样让他们的发言更被看到？我们想到了文学奖。那文学奖它有一定的位置，如果谁的文章得了文学奖之后，虽然大家都也不太看文学奖的作品，对不对？可是你会知道他是得过文学奖的，你不太敢对他怎么样，毕竟他得了，你没得了，感觉就是杀人之兆，作家。哎，我有文学奖哦，你没有，你小声一点。所以我们就决定在东南亚圈里，在移民义工圈里设一个文学奖。那要让这些在台湾的移民工可以投稿，可以晋升文学奖得主这样一个位置。那开始其实真的是热炒文学奖，然后就瞎聊。可是跟很多人谈过之后，其实很多朋友是都愿意支持这个事情。我们发想了，然后找了包括一开始的陈邦明老师，找了骆以军，找朱天心。然后跟文化部要的钱，他也给了，跟几位企业界出身的，他比文仲还要再高一级，不知道叫做冯子贤先生、方金洲先生，他们也都愿意出一些钱来赞助这个事。那我们就在四五年前开始办了这个文学奖。那个时候当然就更没有所谓新南向这个事情，可是我们都认为。台湾对于南向这些面对南方这个事情，我们之前是有点欠缺的。那西向或者北向或者东向飞跨越太平洋去美国这个事情，大家好像都觉得是很 OK 的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有钱比较少的时候才会去东南亚玩。你有钱的话，就好去欧洲玩，我去美国美西几天，美东几天，去东南亚可能是比较大家穷的人。背包客才去，可是钱呢是一个考虑，但是东南亚的文化、东南亚历史、东南亚的经验，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不断的面对这个事情，引进这些事情，尤其在现在，现在在台湾已经有60几万的东南亚劳工在这里，还有10几万的。婚姻移民在这边，他们明明就在我们的社会里，可是我们却好像只有不小心才会提到，而且都是用问题化的方式去提到他们。外籍劳工好多怎么办？而不是说啊，外籍劳工好多哇，真好。我觉得那个我们出发的心态可能会有点应该要修正。那文学奖是我们试图去修正的一个工具。所以大家有时候会然后问我说，那文学奖你会写出什么超级世界级作品？我觉得那个不太能期待我们这一个那么年轻的文学奖可以做出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形式本身是重要的，台湾社会愿意出钱出人出力办一个我们自己看不懂的文学奖。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我们文学奖的投稿方式是请东南亚移工用母语来写，那阿波没有办法那么快评，还是后端的评审，就是东南亚朋友先用母语印尼语、越南语写好之后，我们会请一批的母语的评审先做第一阶段的评选之后过关了，入围之后才赶快全部翻成中文，再请阿波啊或者去年吴明义等等台湾知名的作家或者一些。社会显达来做评审，那它的意义在，我们希望它有两层意义，一层意义是这些外籍朋友，他们看起来，或者一般新闻媒体上看起来，就是受害者啊，或者是社经底层的人等等，好像也没有读很多书的样子，就是一般的媒体印象，谈到外劳，谈到移工。3K 工作、3D 工作，可是事实上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精神面，尤其东南亚来的朋友，他身后背的文化跟我们这些在地的台湾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我们有400年台湾史或者5000年中华历史，都 OK， 随便你怎么说，但是他有印尼、
印尼历史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个印尼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国度。他们来到这边，他们身上带着这个文化资产，那个是我和云公阿波，我们再怎么研究，我们研究到50岁很快就到，研究到80岁也追不上，因为他们是从那个土地长出来的，很多文化是带在他们身上，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这些文化化成文字。写在台湾写出来，我觉得那就对我们一个对台湾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对于他们自己本身来说，能说出事情，能说出东西来，说的这个本身，说话的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行动。当你能把话说出来的时候，其实你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待会我们麦克风会传下去，请大家每个人都要说一下，光听和说是不一样。说出来，说一点什么，有的没的都是有意义的。那另外一个对台湾的意义是，我们大家新闻常会看到，有 CNN 评台湾，评世界十大美食，台湾出现一个，哇，那就嗨得要死。或者什么什么达科达十大百大景点，台湾出现两个三个，我们就很开心。我们对于西方的、日韩的这种评语，我们非常在意。可是其实你看他们来评，其实是很快速的评，就挑着评。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在台湾的这几十万、接近百万的东海朋友给我们一些评语？他们是在这边工作3年、6年、9年，他们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对台湾的观察会跟我们不一样，也跟那些西方的媒体不一样。如果我们真的要变成一个宽容大度的台湾，我们是不是应该接受他们的看法？也不见得接受，就知道他们的看法。那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得到？我觉得移民公文就讲是一个，请他们写出来，这是一个很棒的管道。那这是站在台湾整体的意义。那跟高雄这边合作，当然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喜欢跟那个文青合作，我们自己家也是文青。好，当然高雄，我觉得高雄整个运作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我们也就很开心可以做这样的合作。而且南下或者移动，我们不想老师一直待在台北，然后被大家骂，这很冤枉。就我们出生就在台北，所以就一直被大家骂。可我们也希望一直可以走出来，因为移民工代表了一个流动的概念，代表一个走出自己的同温层的。那高雄是台湾算起来可能至少算第二大城吧，就南部的第一大城，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那要颠覆或者是要平衡台湾的南北，能跟高雄这边合作，我觉得就很好。而且顶公他本来就很有这个概念。我们在小英，他这个跟选举完全没关系，因为小英那时候还不知道会不会当选，对不对？还是你当选，还不管他。那花妈她也做的就自己做自己，就自己做的顺，这个其实多出来的业务，那也很感谢新闻局的同仁一起帮忙合作，也谢谢三余这边，是我们长期也很尊敬的南台湾的重要文化据点。那我先讲到这边，待会请大家都尽量发言，谢谢大家。德里玛卡斯，德里玛卡斯是印尼文的，谢谢，谢谢。谢谢张老师。那我想，就是张老师提到说他们待在台湾会被骂这件事情，那我多想了。其实对我们来讲，台湾真的是非常的小。那我觉得这个影响力呢，我倒不觉得说他到了台北就影响不了高雄。那只是说在高雄来讲，我们其实高雄的移民工朋友已经非常的多，比例来讲可以说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那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工作上呢，其实碰到蛮多的移民工朋友。那我们其实也会碰到白领的这方面的，就说大家都可能像刚刚那个张老师误解说，来做工的，就说他们比方说像比方说刚菲律宾刚来的时候，因为他是来做刊物什么，我们就认定他呢可能是只是就是教育程度比较低。事实上呢，有蛮多的朋友嘛，他其实，在他们的母国里，他的教育程度是相当高的。只不过因为他用的是他的母语在这样，我不妨设身处地去想想，假如我今天研究所毕业。我中文也强，英文也强，我今天到了印尼，就像我当初去英国去游学的时候，我也只能去洗厨房的工作而已。为什么？我英文不够强。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在环境一换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刚张老师讲的，我们的眼光
们都在看的时候，以上局长讲，我们在所谓的国际化的时候，我们要想要国际化，可是要把国际化认为是西方或是东北亚那种感觉，完全忽略所谓的国际是整个的地球，所以包括非洲也一样，然后东南亚也是如此。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张老师刚刚提到说，我们先讲他的影响力一定要到高雄来，我觉得当然到高雄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影响力是在全方面的。张老师，你也不用担心，你在台北办的时候，我们这边高雄支援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想接下来呢，就像刚刚讲说，因为在这里面就是这个作品呢，他们用母语讲完之后，那么翻成了中文之后，我们再请评审来评。那我想作为评审们的这个末端的评审，他在谈中文的时候，我心想呢，那么评审恐怕他自己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我不清楚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想接下来就让我们的语坛人阿波呢，然后来跟各位呢说说他的想法，还有大家评审过程中的一些心得。欢迎阿波。大家好，那个，因为我有点复杂，我其实不是对对对，就是刚张总有提到，就是一开始文学奖要发想，其实我想要更准确的去提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年其实是2013年，为什么记得这件事情？是因为那一年年初我的书刚好出版，就是《忧郁的边界》，所以。本来其实就跟张震认识，但因为那本书出版就有更密切的合作，然后那一年又发生了广大新闻，就是大家还记得吗？让我多咬牙切齿的讲出这两个字。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再加上那之前是那种台北火车站轰隆事件，就让大家有印象，记得很有印象。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报社工作，然后像这种哦，就是平常没有内地记者跑的都。都归我，所以我在那一两年非常频繁的，因为自己出书，书还没出，但我已经就是密切的做了一些关于移工的专题，包含在台北红龙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三个记者揪一揪，然后就开始兵分三路，有人去台北的中山北路，然后有人去中立，然后我负责高雄。对，所以呢，我就是在有一阵子是跟高雄在做高雄的，我就是去困惑那高雄的移工，在他休假的时候，他们去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火车站前面嘛有印尼，然后南子加工区那边也有一区，然后那穆斯林应该要去哪里？会去凤山的清真寺，对，等等等。其实那时候在做，我才发觉就是在因为高雄还是一个工业上，对。的那个，所以他的那个移工数量其实是想象中的，比我想象中多。那刚刚局长提到梦时代，那个是一个什么办的活动？对对，我要说的是，就是当我在调查菲律宾移工群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梦时代之类，因为会让他们想到他们自己在菲律宾的梦，因为菲律宾很爱逛梦等等等。所以我对高雄跟移工的那个认识，其实是从那一段时间。那我们知道广大刑案其实发生在南部嘛，对，包含渔工，然后渔港等等等，然后那时候就跟张震就是大家一起在讲说，为什么这个社会气氛是这么的不友善？对，当然后来我又实地的去做更多调查，其实发觉那有点是媒体，不是某些人塑造出来的恐慌，但事实上台湾人真的最美的风景就是。对，还是挺友善的。对，可是，在那时候，我们就有一点想要做什么，所以我们那一年前办了一个善待在台美艺人嘛，就是觉得大家都是在这块土地上。那我要再回到台北红龙火车站红龙事件的时候，那时候印尼的移工也传出一句话，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原来台湾人对他们占据火车站这件事情是不舒服的。对，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社群，那也不太会中文，所以他并不知道外界对他们想法，他们是一直看的。照顾阿公的时候看新闻才看到，那时候他们也有点吓到，就觉得因为在他们印尼穆斯林的，他们有一句话是他们不管站在哪一个土地上都要守护他的那样子概念，所以他们就其实是彼此督促跟叮咛，然后觉得说，哎，就即使我们在他乡不在异乡，我们都要把他当故乡一样对待。那所以我其实突然发觉说，是张总有太多那种因为。然后或者因为语言或者因为生活例如说家父公就一定都照顾阿公阿妈，他其实没有办法出去跟一般台湾人接触，那厂工就是厂工嘛，对，所以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其实就是中间有缺少一些很大一部分连接，
感文化混媒体，可是这些都没有做好自己应该做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其实本来除了文学奖之外还在讲足球赛，就是讲运动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制造一个 create 一个场域，是让双方中文世界或是印尼文或菲律宾文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一个场域。那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文学奖的前提。那回到评审这一部分，就是我一直到第三届才当评审，然后又以为很难，其实我真的觉得很难。就是想想大家，就是想想你要从一个某种语言，然后要翻成中文，它已经有点失去那个，你知道，就是真。所以我一开始想象是这样，到底要怎么评？就是那我们到底评的是那个中文翻译好，还是那个？后来我发觉多虑了，是因为即使它就是你抛开中文那个部分哈，光它叙述出来的那个故事性，就会让你就是深深打动。然后后来我其实常跟云章他们讲说，后来因为写作关系，所以常常去评大学文学奖。为什么说文学奖？然后每次一评，我都会觉得，可能主办单位要求你要挑出三十篇来。然后我想说，哇，120篇要挑30篇也太难了。后来发觉我只能挑出10篇，就是另外20篇我要应急。就是，然后那时候就会不断的去想，我评理工文学奖有多美好，就是那个选不出来是你真的选不出来，就是都很好，然后的选不出来那种选不出来，然后我有一次跟群众在讨论这件事情，他就说，我忘记了准确的话是什么，他们是连荷包蛋，连写个荷包蛋都会打动你的，因为那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然后说是可能大学生他的生活体验，或者是他还是在比较封闭快速的时代，所以他没有那种很根植于生命的东西，所以他只能写阿公去世、阿妈去世，或者是他离开故乡去台北念书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让你觉得浅浅的情境，可是移民工他因为他是离乡背景，然后他带着他对故乡的那个非常深层的想念，他故乡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想念的，就是投射对象，然后来到这一块土地，又跟这一块土地的他的雇主或是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产生交互作用，所以但是层层是很有层次的叙事。那我想要举一个去年得奖例子，那个就是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如果这个就是不得奖，如果大家都不选他，我一定要跪在其他评审面前，不是说大家一定要选。是一个印尼移工，然后他其实一开始是写他怎么在他是长工，然后他怎么在家里试着去煮妈妈的那个，就是印尼某种料理，然后是他妈妈常常煮的那个味道。他怎么不断的去试，想要去还原那个味道，而且那个时候是台湾不知道过哪个节，过年还是什么节，每逢佳节类似情况，那他一个人独自在台湾，他就只能去想办法还原那个味道。然后讲着讲着之后，他就突然去回到他过去，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故乡呢？是因为大家知道穆斯林都要拜，就是一天5拜这样。他就是看着他妈妈在家里跪拜的时候。他的那个地板有蟑螂跑步，然后他那时候就觉得他怎么可以委屈让他妈妈在这样的一个地板上去做那么神圣的事情，所以他不过就是为了要换替他们家换上白瓷砖，他就是离乡背井就来台湾，然后承受那样子的孤独。然后呢，可是他在台湾期间他妈妈去世了没？忘记了，去世了。对，然后就是那个白瓷砖的那个心愿没有办法达成，然后我以为这个他写的这个东西已经是最感动了，就是大家已经感知就已经量丰富足够到就是可以达到所有人，没想到就是宣布他得奖之后，那个第一个画面是据说是痛哭是吧？就是他整个跪下来，就是他没有张正平，张正平。好，就跳到这边。好，那个因为他是得到评审奖8万块，我们首奖是第一名10万，那一位就是为了妈妈的跪拜的瓷砖的那一位义工男生，阿布杜，他拿了8万块，然后他马上就要回去，他就要
回去，所以他没有办法等到我们的颁奖典礼。所以那一天他在台南，台南人的工业区，我们就那天特别一群人带着奖金八万块的一个大红包，再去找他。然后我们去是要拍他的画面，因为我们颁奖典礼上的颁奖典礼上会播出这些得奖者的画面，拍他的那个方段影片嘛，然后就拍他肩荷包带。他要做那道菜，就是他想念妈妈的那道菜，就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菜，白饭上面淋上红葱头和大蒜的酱汁，然后配一个荷包蛋。我就请他做了那道菜，然后强迫他吃一次，因为他已经吃过了，他是做大夜班，然后到早上他会吃个饭，然后再休息，然后爸爸再去打工。我们是一大早到台南，然后他吃过了没办法，我说我们要再拍一次，麻烦你再煮一次再吃一次。然后其实我们都忘记要给他钱了，你知道吗？直到最后要走之前，说啊，糟糕，钱还没给他。然后就其实还蛮厚的，我平常也很少拿到八万块。给他之后，他就抓着那个钱，那个红包，但他没打开，可是因为那个厚度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然后赵警官我们的同仁的翻译是他就喃喃自语，我只听到喃喃自语，因为我们急着要走，他就喃喃自语嘛，好像说这是真的嘛。然后就又是一个大男生，然后就站直直的，就突然他没有跪下，他就整个蹲下，然后就头埋在膝盖，就在啜泣。其实我们也都有点被吓到。那他后来给我们的一些回馈是说，没想到一个乡下孩子的梦想竟然真的实现了。啊，至少文章这部分是实现。那妈妈，那没有办法。好，我总讲这边。OK， 然后我想讲一下，主体性那个，就是刚讲，就是我们看待移工，我也是这几年后，我刚从菲律宾回来了，所以你知道去菲律宾两个月，然后动不动你就是到那个地方，你对我们对菲律宾会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嘛，不管大家除了移工，还会有别种其他印象，例如说杜特地啊什么。总而言之，我们对菲律宾至少会有各种不同的印象，可是他们对台湾的印象几乎只有一个，就是我不管到哪里，然后说我来。他们回我的一定都是说，哦，我的谁谁谁在台湾。然后我想说，哎，台湾对菲律宾人的那个的只有赞嘛。然后后来我遇到一个农夫哦，他是个非常老实的人，然后看到我就紧紧抓着我的手，然后就说你来自台湾嘛，我好，就是他很激动。然后他说他儿子，他两个儿子都在台湾，然后在中立这样。然后我就。就第一个反应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只好问他说，那他们对你儿子好吗？很好，他说很好，谢谢你们。然后就是抓着我，然后我心里才想说一定才不好呢，就是儿子一定要跟父亲说好，但其实一定就是没有那么好。可是我就很好好好，我回去会跟你那个儿子打招呼，但也不知道是谁，就还是会有这样的回馈。然后我本来以为就是我们对移工会有特定的刻板印象，那移工看待自己也会觉得啊，我就是背负乡愁，然后就是命运比较，然后所以我来这里。可是在我所有看的时候，或者他会骂台湾，例如说雇主对他不好，可是在我们所有看的稿件，我们非常讶异的发现，他们并不是这样子看待台湾，或是去自愿自看的，他们有一个人的主体性在那里，因为那是他的选择。那他来到这块土地，尽管他的雇主对他不好，可是他可能透过宗教或是透过一种转换的方式，他用很正向的方式去诠释了他的雇主对他的不好，或者是他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他替他自己的雇主解围。就是没有，我们一定会说，我们骂老板，大家都知道骂老板就是打就是那个好混蛋王八蛋什么，可是他们并不是这样子去对待他的雇主，他透过文字的力量，然后透过他想要书写的方式，然后他会去解释他自己在台湾好的遭遇跟不好的遭遇。所以你从文学奖的作品当中，你会看到方方面
有单一面向的形象，你会看到非常多样他喜欢台湾的部分。然后他在台湾最轻松的是在哪里？火车站前面的杂货店干嘛干嘛干，就高雄火车站杂货店什么前面。然后或者是他觉得最痛苦的是哪里？可是谁又可以帮助他走出来？你会看到人的多面性，其实在这些作品当中展现，所以他就不会是一个我们去想象中一个劳动阶层的苦难这样子的刻板的片面的印象。所以这也是我可以选移工文学中我就是自己觉得最被冲击的部分。那我就是简单讲到这里。谢谢阿峰。大家可以发现他会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会在抖，他非常的激动，不知道为什么，他真的非常的激动。那我想其实大家可能看到我们中央有一些小小的花，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像移民工的朋友们，他从他的母国到我们台湾，就有点像呢，我们今天把这小的花人生整个拔起来之后换一个大盆的那种感觉。到那个时候呢，天气也不同，温度也不一样，环境都不一样，对他们来讲他文化背景的时候一定会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他在适应的过程中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如果周边的善意不够，或者周边有敌意的话，对他们来讲会更辛苦。可是就像刚刚阿波讲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想象，因为我在前一阵子就是把那个两届三届移民工文学奖的那个核定本翻完之后，我一开始也会这样想，大概都是很悲情吧。那因为我们上一次记者会的时候，那因为金粉在谈他的这个他要离家的时候，他还在后面追着跑，他坐在车上的泪如雨下，很想下车，可是他想到他要去台湾来就是工作之后让家庭过得更好，他就只好狠心把那个在后面跑的往地上跌倒的小孩子，就也不说弃而不顾的就这样过来。就当时我的反应就是感觉上我就想的文章应该都会蛮伤心的吧，我当时会想像阿波这样的笔者会不会比较受那样的一个文章理想，然后比较会挑那样的作品。可是后来我把那个文章作品全部翻完之后，我发觉没有哎，就大概三分之一还是会很悲情，但是有三分之二，他的意思就是他把在台湾的生活，我们这样的想法就好像我们今天去异地生活一样，我们一定会找一些乐趣的地方，他把那个乐趣的地方放大了，就是对我对这个文学奖印象最特别，而且最觉得非常意外的地方。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台湾有些征文的时候，某些比方说像比方说模范母亲那类征文，我们最近来看还是会有很多很悲情的。我常常讲为什么模范母亲都这么悲情，没有一个很快乐的嘛，所以他们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苛旧的想法。可是文学奖在这方面就不太一样，所以我真的很好奇，就是像我们的得奖作者讲的，或者说他曾经投稿的朋友，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想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然后来去从这个稿，甚至对这个文学奖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了我们今天的朋友，就是那尼格里亚蒂，他是我们第一届移民工文学奖优选得主，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在这里呢，和他的伙伴们成立了一个阅读文化推广协会。我觉得刚开始可能不是文化交流的部分，可能是朋友们之间的一个阅读的一个共享的一个方式。所以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做这样的事？然后当初第一次接触移民工文学奖，他又是怎么样一个契机？我们欢迎呢，拿你的比亚提为我们做说明。欢迎。大家好，大家好。好。我是拿你，我来台湾第四次了。以前我在三重，台北。照顾一个阿公7年，对，7年内都我们感情都很不错，跟阿公跟家人都好像自己家人一样。他是有很多不同我们的习惯嘛，吃啊那些就还好，他可以了解我要煮什么他都让我煮。他是有第5年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穆斯林大部分都要戴那个头巾，但是我跟姐姐那个解释要怎么解释都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讲这样他要开 YouTube 给我看，我们中国人都是不能戴这个，因为他们以为是我们在有人过世，这样的话我训度很不舒服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一定要带。后来我就说好，没有关系，我都忍耐好几个月了。这样的话我就说好了，我到这个我的 contract finish 我都回应你，我没有要做。后来因为我有参加那个东中大学也在台湾，还有我都知道有这个文学奖比赛，我都没有不知道要
怎么跟他讲才解释给他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我有念过英文一点英文，所以我都把我的心里那个为什么我要戴头巾，然后我在这里怎么样的跟你们的感情这样，我都写出来，用英文写出来，画一个信封，我放在姐姐的桌上，我就说姐姐请你看一下。他要看以后他都迅速许多了，他都不找我在房间，他就说哦，你得是这样子，你们为什么要带这个，我不明白。因为我有可能是很深的中文，我讲不太会，不太好，解释都不太好。后来我就用这个写那个英文字给他学，他都找我，好了杨迪，你都可以带，你做你喜欢的事情在这边，我都知道你很好，你都不会乱做坏事，因为我就你都还像我妹妹一样，你照顾我爸爸都那么好。好像后来那个事情我都解决掉了，我都心开了，好像没有问题，没有什么我要再回应你这样子。他因为爸爸要老，所以我要照顾他这样。这个问题解决的话，我知道有那个文学奖赛，我都把试试看学一学。我在台湾的生活跟那个老板怎么解决那个问题啊，有什么感情啊这样子。我希望就要分享给大家印尼朋友们，还有因为我知道这个文学奖是会给反映给台湾人看，所以我希望就是可以分享给台湾人啊，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这样子。刚好有不知道奖，然后认识那个张真的老师跟Miss Vivian 的，后来他们都有看那个 Brilliant Times 那个，对啊，读书馆。因为我以前都有一个一点的梦想，可以回应你的话，可以分享，可以自己改读书馆这样子。不只有可以帮忙自己的小孩，还有可以帮忙的旁边我们的邻居。进来的时候我离开我小孩，是我女儿，就是上个月我都离开她去马来西亚六年，然后我来台湾也是快七年了，还有一个儿子是四个月，我都离开他。所以他们的长大的部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长大，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我有没有眼里看，就听到他们的笑声而已。他们很顽皮，那个小孩都就喜欢玩游戏，不开功课，老师叫做作业他都不做，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就试试看买那个网络的书给他看，然后有可能都蛮有趣的，然后他都是慢慢习惯可以看书。然后是我回家了，那个六年四个月我来台湾，我都回应你。然后我回应你的时候，还没回家的时候，的证码是已经开了，第一个是在那个 Irene， 也是得到奖，那个 Irene 她开了一家，然后我们都有拿到很多书。然后第二个我们都有开在东甲湾，对，我们是在这边是有几个朋友啊，想自己有梦想在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家可以分享跟。所以我们互相帮忙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开在那个东甲湾，那个是叫什么，格迪里，对，我是格迪里，它是那个地方是像好像孤儿院那样子，孤儿院它是那个地方是很不太好的地方，爸爸妈妈就是有一半是没有爸爸妈妈，有一半是比较乱七八糟的家庭这样子。那时候开都还不错，可以那个同学们都可以来接书，然后就那个政府要看他们就走了。这样的话，然后有很多方式来讲，那个地方如果赶走的话，我要搬到哪里去，要怎么样？如果那个邻居那个要怎么看书？
想讲的话讨论过的话，那个政府没有那个地方没有把它赶走，但是邻居们那个都把它赶走，所以他们都带那个书都走了，所以很多书都没有还给我们，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那个文学奖比赛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办法，我们很多讲不出来的话，还有没有不知道要在那里分享我们的移到这里的问题啊，还是开心啊，还是怎么解决问题，叫我们自己用印尼文来学的话都是没有困难，就自己把心里的想跟谁学呀，这样都可以给分享给印尼朋友们，也是给大家，给台湾人，因为很多印尼跟台湾是不一样的生活嘛，我们都最好的生活是要彼此了解，互相才可以做得好。所以如果印尼们印尼同那个朋友有这个问题可以学，可以让我们哦，原来如此，台湾人都会知道原来如此，是印尼那个都习惯他们的生活是这样，好像吃辣椒。对印尼来，对印尼人来说，辣椒是我们的体力。没有吃辣椒，没有吃辣的话，那好像没有体力，好像没有吃饭。没有维克。然后有一半的老板的是，哦，不让我们自己煮辣，还是因为有那个味道啊，还是怎么样？他是我们只有能切有酱油拌一拌，那个味道是不一样，跟我们的家乡。因为我们比如说吃辣椒有一点习惯嘛，中小的习惯，体力，我们抱阿公抱阿妈都有体力啊，都不会滑倒，就没意思。因为饭也可以吃比较多，有体力。有一半都没有办法的话，都是只有能说说哭哭，跟朋友说苦，为什么我是这样啊，我的老板是这样啊，怎么样怎么样，就在后面讲。好像我来台湾这些最后面也是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因为我讲国语也还可以沟通，然后我都可以跟中介讲一些，好像上次我来一个礼拜，我阿公走了在桃园，那个中介没有理我，都没有打电话给我，没有关心我。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帮我办转户主还是怎么样，我要知道我办到哪里去，以后我要怎么做，一定要知道嘛，有心理准备。但是他两个礼拜都没有跟我讲，后来我就自己那个什么，自己跟那个老板讲，如果中介再没有关心我的话，我要转中介。因为中介是帮我们服务，我又付股费给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帮我服务，有问题的话他没有帮我解决问题，我不想找他们麻烦，但是有问题的话他们有一定要帮我解决这样子。后来那中介就有一点排练这样讲，他都打电话给我，马上帮我安排新的雇主这样子。还有因为我已经七年，大部分就是有一点 experience 照顾老人家，然后讲话怎么样？但是那个中介都说你付的那个中介费跟一般都不一样，因为你都来过台湾有 experience， 但是来这边的时候就是没有，就是一样，扣到一样。还有他的 contract 那个薪水费都在台他写的不一样，我打电话那个中介都没有理我。还是没有理我，然后我就说我这几个老板解决问题，我跟他讲这个我的 contract 是这样子，我的薪水是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然后那个老板自己算是对的，这样就好了，我可以跟自己老板解决问题就好了，中间你不理我就算了，不要他这样的。还有我希望就是说有这个文学奖我们的东南亚的朋友们都会那个把信的东西都讲出来，可以写文章，因为你有拿得到奖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分享给大家，让台湾人更了解我们的生活，以后就是说比较哦对他们都要这样的生活，我们更会配合他们，然后我们工作也可以知道台湾要这样，所以我们互相都比较好。对，还有因为很多那个什么很多内心的话都没有办法跟自己老板还是自己朋友
还是自己的亲戚讲 出来，所以可以用写信，好像我女儿，因为2014年的时候知道我拿得到奖，我都写我的内心的话，后来他都慢慢慢慢开始，他自己都写出来他的内心的话，他会有一个小的本子，写自己说起来，还有这个现在来台湾的时候，就是说我跟他们讲我要来台湾怎么样怎么样，他有没有跟我对我说什么，他就安静，他是我要离开的时候他都给我一个信，他就他把他的内心都讲出来在一个信这样子，就是说我不可以进去，我说妈妈，他说妈妈我没有办法跟你讲话，但是我要跟你说在这边，我会写给你知道我的内心，我都哭我都难过，因为你要离开我了，不只有一两天，但是要3年，我上个月的时候你都已经离开我，到我长大你都不知道我怎么长大，我想要跟你在一起，我很爱你妈妈，我想要你跟爸爸幸福，但是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做，我想你还抱我，还跟我睡在一起，还跟我喂，我也会喂我吃饭，有时候帮好我洗澡，但是现在你都刚回来没有多久你要离开我，我晓得我小的时间都你都拿走了，没有办法回那个时间，因为我长大以后我还要离开你，不管我读书还是工作我也没有跟你住在一起，但是现在你离开我那么久， 我小的那个拿不到你的爱，我就想你看到你幸福，但是我真的很难过，我哭，但是我又不要你看到我哭，我答应你我会好好念书，我会好好读书，不管努力在不在家里，希望 God 都保佑你，我要妈妈每天都看到我们照片，这样你才就好像我们在家里一家人一样，我也想到妈妈一直想我在你旁边，你在我旁边，这样的话都是我有一点开心，你要按时吃饭哦，不要生病，有不要忘记打电话给我，我不想拿到什么礼物，你回来的时候就你平安回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就好了，他跟我们差不多。
多一样的一些经历跟苦。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学奖很棒的地方，就是他能够用他的母语很流畅把他的想法说出来，然后呢有一个中间转介的翻译，目前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很了解他们的母语的过程中，用这种中间转介的方式，就像刚刚阿波讲的，虽然以为他会隔靴搔痒，那个因为翻译的关系，所有的翻译文学都有这样的问题，可是像阿波讲的说，当他们写的是心内话，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心内话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其实感动力量是一样的。那我觉得就像刚刚讲，女儿写信给爸，今天如果说我们不要去讲，我们大概可能很多小朋友就像我刚刚讲，寄放在外婆外公家，写信给他妈妈的内容大概都是这样，不需要礼物，然后现在我可能不需要礼物，只希望你回来，和我住一块，然后呢，早上起床可以看到你自己做的早餐，就算你做的糟蹋他都没有关系。晚上睡觉前呢，你可以讲故事给我听。我想他们真的是很相似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文学奖，我刚刚提到，就我们让母语让他来发音，我们就知道他其实跟我们是一样。所以一个跟朋友们来讲，他们是母亲，他们是女儿，他们是妻子，跟我们或者说他们是父亲、儿子，然后就是说丈夫，所以跟我们都一样的。差别只是因为他们的中文没有办法让我们那么熟悉。今天我跟你说的时候，用同样的语言，你看他能够的感同身受。那他们以他们的语言呢，母语来讲的时候，我们今天翻译过来，让大家也知道。真的都是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很共通的就是，我们会发现所有我们觉得很贫瘠的地方，我们希望让它茁壮的时候，用的方法都是图书馆。所以我觉得文字真的是很重要的力道，所以书籍文字它是一个很强的力道。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局长会用到的嘛，因为它也是我们就说，就包括张老师，我们那都是我们刚说文青，因为我们先进文字的力量是非常强的。虽然现在已经是影像时代了，我必须承认，但是我觉得文字还是真正最深层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雅婷还是要继续写作，因为是你现在创立人，你要继续写作，因为你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乌敏是你的伙伴，那乌敏呢，你来谈谈你自己写作的一个经验，欢迎。喂，你好，我是乌敏，我在台北工作，照顾一个小孩，他没有办法走路，还有一个爷爷，我们在我的那个他们是三个兄弟，有，所以我照顾他们。因为我来台湾的时候，我的老板知道我都喜欢写东西，写 diary，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他说我想买 iPad， 然后我等一下，到上个月他一直说等一下，后来我的生日的时候，他们是给我那个iPad， 所以我还要照顾小孩的时候，我那我的时间写故事，我还有读那个我还有一个老师，所以我用 online 那个写，跟他写怎么写故事比较好，这样。然后他说每天叫我写那个一本我说 one page 一页，写你写什么东西你可以写。后来我就说，因为在这边我还有很多朋友，他是在这边，还有那个阿加贝 Forum Lingapena 是那个印尼写作协会。对，印尼写作协会那个，我们跟他们聊天，有那个 online 跟他们 discuss 了，然后还有刚刚那你给我说，我们一起开那个 free 的图书馆在印尼，帮助他们，是有那个地方他们没有办法找那个书，因为太远，对，
还有我回家的时候，我唱过他那个歌地里的歌嘛，然后我感到咱们镇的旁边那边的人是很痛苦的人，很多小朋友没有办法读书，还有读书下午回来大概一点钟回来的时候他们有换衣服，然后大家一路上在用那个音乐的那个对吉他啦，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什么可以弄到声音，弄到声音他们都有来唱歌，就是在那个红绿灯，红绿灯那个想拿钱的，所以帮助那个他们家庭，所以我就很我的心很痛的，为什么那个小孩说我们像他们都有好好读书可以玩，不是赚钱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在那个跟弟弟的时候，我希望那个哥们可以给他那个写东西，可以读书，然后他爸爸妈妈给他说，希望他们可以让小朋友可以联系很多东西，不是教他那个赚钱的。我还有感到那个一个12岁女生，但是给我说，但是给我说的那个妈妈，好像那个名字然后买掉给男生 Prostitute 妈妈，我的心很痛，他说我不想这样啊姐姐，我不想，可是我的爸爸妈妈没有钱，他没有办法，对，他没有办法到他们像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后来我又写那个故事在我的书现在，可是我还没 publish。 还有如果在台湾这边，我用那个 messenger， 还有很多朋友，有一个男生来台湾，他是在他的 contract， 他是照顾老人家，可是到这里那个老板找他拿那个草了，在山上还有那个柱子拿那个柱子，所以那个是不是他的工作嘛？这个是不对。然后我办卡跟那个印尼办公室的人，还有跟1955帮助他拉他出来，然后现在呢他有新的工作的补助。还有在这里还有很多不公平的那个
有那个狮子，对，我们有那个 passport 护照，那个如果办公室说是1200而已，可是那个中介他有时候拿30004000还到5000，是那个不公平。我希望那个government 可以看到比那个对那个公对，因为哪一天那个 LA 给我说是不用中介不能拿钱，可是他们都一定有拿，很多。还有哪一天我帮助我的朋友帮忙捡米，因为他在家乡离婚了，他签名然后一捡他是找他的工作，他的agent 他的中介，他的中介，可是他的中介就好像拖拖拉拉的，很两个月都还没做好，还有他拿3000块，对，然后他给我说，这样是真的加3000块的，不是，我听到是700块而已，然后2个礼拜以后，然后他再打电话给我，姐姐，我的那个lawyer 我的 lawyer 都死掉了，他没有办法弄我的那个，然后换他的老婆，然后他在怎么样啊？现在又还有在农捡米，在那个捡米，怎么办呢、啊？我的中介也这样做，太久，然后后来我跟我的老板说，我可以帮助我的朋友嘛，我给他我是签3个小时。因为小孩现在是上课，还有爷爷现在都不用加步态，是那个时候爷爷还没很健康了以前，然后 OK 给我时间3个小时 OK 那个3个小时都我已经走完了，去那个印尼公司，我自己做都走完，为什么那个中介那么久都？还有知道吗？在那边不用钱，所以那个哇，为什么这样啊？中介那么，我们每个月有给他钱，对不对？我们每个月。一定他们有帮助我们的，为什么一直很就不会很难的工作，对不对？好了，还有然后这样我可以在这里可以帮助朋友都很开心，还有现在我可以写那个7本书还有现在我可以跟那个台湾的大学可以一起做那个表演，是这个，哈哈哈哈哈，是Sound Road Songs of Spec， 它是从这边我才知道是那个台湾的 story。Very old story about China.
所以从这边我可以学很多东西。那个我们是在这里有加故事还有唱。你要现在唱吗？我们可以唱那个，有拿那个，他们还有拿那个印尼的歌，一小歌，还有我们班那个日本比较热，欢迎的日本，还有英文，对，叫我像那个彭阿湾说了，可能每个人。在台湾，在每个地方都知道彭阿湾梭罗的什么。Can you hear me about this? Okay. 准备唱，你真的唱。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他跟一个台湾的年轻艺术家团队合作，然后一段。他那个吴米跟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团队合作，然后唱出台湾的一个很长的故事。然后有中文的，还有我记得上面还有日文的，然后他唱越南印尼文的，那可以吗？你可以马上起来唱一首。好。啊，我将彭阿湾说了。我用印尼。后来我用一些日文。彭阿湾梭罗，阿德西那基，卡尤基南亚人尼，有梦一诺。好、哦，所以刚刚是日文。可以走吗？我们好 ，OK。Oh, use English. OK. Oh, thank you very much. 因为我的中文都不太很好，因为每天我跟我的老板都讲英文。对啊，所以我的中文不太好。OK. Let's hear. I can meet them so I can learn
and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can use our time to do something good, and we can help everybody. And I'm very happy about this, have a literature competition, so we can speak up and everything we feel here to everybody, especially Taiwanese, so they know what we feel here.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因为我有那个参加我有念公中大学在台湾，因为以前没有机会来念书，我就念到高中，然后我也觉得在台湾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国中、高中还是那个小学毕业，
大学毕业的话很少很少，所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都有找一个时间，还是要找办法我可以念，因为我以前想小的时候就是说想念书这样，然后我觉得有念到书跟没有念书的人不一样，想法，比如说有出什么问题，你要怎么解决那个问题，你有念书跟普通的就差一点啊，这样，然后我就要感谢张真老师，因为他有这个文学奖比赛，然后有那个图书馆，都是让我想，啊，他做这个事情，他是台湾人，他是对我们东南亚的朋友们都很关心。我想开图书馆的时候，我一定可以，看他学的东西，因为他有办那个活动啊，什么都对我们来说都很好，所以我们开那个出版是一定赢家。不只有在中甲湾，在中甲湾两间，在东甲湾，还有在 Sumatra， 现在第五间了。不是很好的那个啦，有很多问题都我们都有遇到。但是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开那个图书馆，就是说每个礼拜天，我都让小朋友来教教我们，我教免费的英文，普通的小孩的英文啊，教他唱歌啊，然后播音比较简单啦，我因为我有不太会讲，但是想分享而已。后来都有时候都让他们一起看那个一间的 movie 这样一下啦，让他们都比较知道哦，以前有这样的那个 little my stories 啊，这样小孩都蛮开心。然后我有唱歌跟他们教英文，还有以前张老师去我们家帮我带很多书，那个英文书，然后我都有那个台湾的 curriculum， 第一节那个教那个我们小朋友，他们有很喜欢，因为很多唱歌嘛，唱歌的话小孩比较很快就学东西，所以我现在来台湾的时候，我都那个跟那个高中学生，有几个高中的学生都常我去我们家，常去我们那个图书馆，因为我有那个免费的网络给他们用，所以他们都开功课啊，什么都会去我们家，有时候帮忙，所以我都说，请他们分享他们会的事情，叫那个小生的朋友们，比如说 mathematics 啊，还是英文啊，还是办什么小活动，他们可以管理的。我他是我，因为远嘛，他们是印尼，我是这边，所以就有 chatting 啊，还是打电话跟他们说我们讨论的一些事情，就想帮助他们这样。对啊，因为之前张真老师是 inspired me and our friends make our life change too。对啊，张老师，因为张老师是八大，他认为是他，他有那个信仰。我帮他说明一下，他们那个 MAS 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他那个是一个印尼文的简称、就是缩写。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台北有开一个东南亚书店，灿烂时光。那里面的书呢，其实我也看不懂，也就是东南亚书。然后跟那个文学奖大概是同时在进行的事情，然后他们这些得主就知道了我们这个事，知道了我们台湾人开了一间自己看不懂的书店，然后是要给他们看。那当然他们也都是对文字对阅读特别有兴趣的人，所以就觉得文字或者阅读读书是有力量的。那他们比如奶奶，他就知道他自己的家乡，我跟我太太有去过他家，就是还蛮乡下，那有很多小朋友，那边学校有图书馆，可是没有书啊，只有馆没有书，里面没有书。所以他们后来几位就是得奖的这些印尼的得主，然后就串联起来，觉得他们要台湾人都帮他们开了书店图书馆，他们应该也要自己帮忙自己，所以他们就其实他就是把他自己家里客厅空出来，变成一个公开的图书馆，然后欢迎那些邻居的小孩
下课之后没有安亲班可以去嘛，就去他家，就去他家，然后看书是免费的。那那些书呢，他们在印尼当地也募，也向那些出版社募书。那他之前的老板其实是一个大学的英文教授，后来我们那次去，我们的行李都是他的书，超重，非常重，里面全都是英文的教科书。所以他那个老板，有一个姐姐，对，那个把书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拖着行李到，不是到雅加达，是到雅加达，然后再转，然后再转到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可是听每次听奶奶讲，我觉得那还是会帮到人，包括我们自己在那边，你会看到包着头巾的小女孩下课之后来这边看书。那个善意，我觉得是会传递，就是而且你不知道会传到哪一天，也许会再传回来。虽然不见得要这样指望，但是我觉得善意会传递，而且会加成。那至少形式上我们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内容，比如说能写出一篇什么很棒的文章，那个靠天分啊，靠灵感啊等等。但是形式上的善意，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去做到这件事情。那文学奖是一个形式。移民工文学奖是一个这样的形式，那我们开灿烂时光的这种东南亚书店是一个这样的形式。我们跟高雄市政府这边合作，我觉得也是形式，可是形式是重要的，形式是重要，它才有可能让那个内容出现。好，比如座位安排是形式，那丁宇公他愿意就自己坐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形式，就是这个才是实践了所谓谦卑谦卑的那个谦卑谦卑再谦卑的那个口号，或者那个期待，对自己的期待。那我觉得我们整个我们希望他们是主角，我们作为台湾的还是主要的一份子，我们是台湾的主要的人，我们愿意把位置让出来给这些移民工，让他们讲话，然后我们听他们讲话。我觉得这个光这个形式本身就很，包括大家愿意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形式就非常非常棒。那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很美的果实，我不知道，那我们就期待这件事情。我想刚刚张老师有特别一开头还有讲过，光听是一回事，但是讲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对啊。所以接下来呢，我想现场的朋友们，比方说你想要谈谈你的想法，或者是说你想要问问我们在场的女男人或者爷人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那么我想因为台湾人比较不习惯就是主动发言，我们就来一张比较狠的，来轮流。你先让人家举手吧，有没有谁举手要先讲？哎，有了，谢谢。你看，超踊跃吧。就快问快答。第一个，我们移民工文学奖不需要英文翻译，因为我们只接受越南文、泰文、菲律宾 Tagalog、菲律宾的国语，还有我刚刚讲了，反正四个越泰、印尼、菲律宾。那菲律宾我们接受 Tagalog， 虽然菲律宾很多朋友英文很好，但是那是我们技术上的考量。他接受了英文的稿件，因为会英文的人实在太多了，那我们到时候筛选会很困难。那我们针对这四个国家，这四种语言，主要是他们是在台湾的劳工和东南亚配偶人数相对多的，对，大概是，对，所以其实不需要英文翻译。那也因为我们就这四种语言，这四种语言能翻译的人其实也有限，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敢要求多少，但我们会尽量找那
个程度比较 OK 的，像我们同学做四方报，所以会认识一些这样子的朋友。那也要有一些条件啦，就是他不可以作弊，他不能把他的朋友的稿子翻得比较好吧？他的，我那个当然是平常认识，因为认识所以做，只能做这样判断。那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问的，就是说，我想这个问题可能那个邀请来。他想要知道我们印尼工的朋友们在遇到台湾的中介，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然后至于第二个问题说，说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那是新闻局。但是对这个不同，所以我跟第二个问题，我会第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完，但第二个问题，我想我们可能就说在因为对，我们先简单来，就说赶紧就说我们在遇到中介，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中介那边很多都是 contract 不一样。跟我们在印尼的时候 contract 跟来台湾的时候有时候不一样，好像我最后面这个来，我问过印尼的中介，我是照顾阿嬷还是阿婆，他最后面说照顾阿嬷，然后我台湾的中介的时候也是说我照顾阿嬷，阿嬷还好，还没有怎么样，到我老板的时候，我的 contract 是照顾阿公，他中风不能动，不能走路怎么样。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没有了解你要做什么，你没有心理准备。比如说你真正就说星星说你照顾阿公这样，你都有心理准备，有哦，知道我都会这样怎么样要照顾，怎么样怎么样都会有。但是还好啦，因为我有七年的经验，所以我都来老板的时候就说，我要注意是哪一部分，吃还是什么活动他不能用，我都会，星星都会。做这个，所以这个问题对我自己来说没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很多的朋友们很大的问题。因为我有一个伊朗的朋友，跟我来的时候就差一个月，他的 contract 是照顾阿妈，没有跟老板住，但是跟他的儿子住，叫他照顾两个小朋友，还要照顾阿妈照顾阿公，他很累很累，没有办法休息，拜拜也没有办法，怎样也没有办法，他跟中介讲，中介没有理他，因为那个家庭是还是中介的 relatives 的，所以对，所以他的阿姨中介的阿姨，所以他有可能是中介有对阿姨是不好意思还是怎么样，还是那个印尼人也是，他讲的讲话有信来没有来过，所以都不太会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就有我们都用 Facebook 那个弄一个 group。把他们的心里都讲出来，自己讲，跟朋友受苦啊，然后就是我有这个问题啊，怎么样啊，然后有experience 的朋友都会讲，叫他要怎么做这样。然后第二个是很多中介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好像我的 contract 那个薪水不一样啊，什么他都没有什么理我们，就他拿到钱每个月一定，因为我们拿到台湾签的 contract， 记得老板。他都比一定每个月都拿到钱，但是有一部分他们问他一个事情啊，还是要他帮助的时候，他都没有很快，还是没有很满意帮我们做。我都一定，我七年以前没有找过中介，很少很少找中介，因为我工作有没有问题，跟老板我有可以沟通。但是最后面这个我有几个问题他都没有帮我处理，我才自己讲我要换中介，如果你没帮我做，他才愿意现在对我那么好，真的，他就是说哦有问题，他说哎呀丁你等一下，我会帮我再帮你安排一个雇主。我有一个问题，好像因为我老板是开图书馆，很吵，每早上到晚上都很热闹，我没有办法看书，没有办法休息，阿妈也是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就是说，我都跟老板跟那个中介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为什么你们都信心都没有讲？到早晚到晚上都很多人来来去去，有一天都50个人啊，什么都一定很，你都没有可以休息这样子意思。还有问题很多是我们的放假的时间。很多都没有放假的时间，我朋友都说要跟老板拿讲放假，要跟他要放假，他不会说。第二个是说，
你老板说先跟中介，中介说先跟老板，好不好？就是中介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他没有办法拿到放假。还有放假的时间，我们放假就是说希望来到台湾不只有赚钱，但是可以学到一个好的事情，好的东西。回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活都比较好一点，好像我有现在可以念书，都可以念书，可以参加活动，还是学一个东西都可以学。但是我们放假的时间都比如说很短，因为很多老板都说你要这个时间出去，家里先弄一弄，先擦地板啊，先帮阿妈准备吃物啊，还先帮阿妈什么什么，先做好再出门。然后六点啊七点你一定要到家了，然后回家以后还要做家事，还要帮忙阿妈工。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有扣钱呢，又扣给那个老板都扣我们那个。但是我们晚上啊早上还要做，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公平吗？我们放假是我们自由的时间，但是有时候都是你八点啊，还没八点，还没九点不能出门，然后六点你一定要家，要准备晚餐，要照顾阿公阿妈，要怎么样？这样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公平。但是我们也能做怎么样？只能说啊，了解了，老板没有时间照顾阿妈，我都帮忙他做，就这样。对啊，还有很多老板，你们都说。我又考会讲国语的印尼人，有会做事，我可以沟通不用教的。但是好像我们很多就是来台湾的话，薪水啊什么都，不管你有 experience 啊，没有 experience， 有 education， 有什么都一样。然后什么来办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对。如果比如说台湾都可以把我们比如说来久的台湾有 experience， 讲话都可以沟通，工作的话可以有一个 certificate 还是什么，你都可以自己比如说中介还是那个政府可以我们考试，去考试有几分你们都可以哦，这个是有一点 experience 的，然后你都可以自己老板有考的事情，我要有会工作会念会讲话的话，就是跟自己沟通的薪水，我希望就是这样。有因为你会工作的话老板都不用烦恼啊，你都不用叫他，不用瞪着他，这个你不用叫他都难道会帮你做。就是说有因为有还没有 experience 的时候，就是说你都要这个这样子哦，一两三个月四个月你都还要瞪着他，要看他怎么做，要叫他，一般都是这样。但是比如说你有一点 experience 啊，知道怎么照顾老人家，都是说有可以这样沟通啊。然后那个我们的 fee 都是给中介的 fee， 因为上次中介都跟我说你的那个中介费跟一般都不一样，因为你工作都有那个 experience， 然后你讲话有不用再没有问题这样。但是到这边的时候的是一样啊，我的意思说如果可以自己老板跟那个印尼人可以自己沟通，你自己 make contract 你的薪水，因为你有这样的 experience， 是有你拿到这个薪水，这样对我们来说有 experience 都比较有好处一点这样子。谢谢。我想刚刚有个问题，对，虽然我不是劳工局长，但是就是一些基础的政府的责任哈，我觉得我们都不能回避它。那当然，刚刚有讲到一些最基础的状况，说我们包括说契约上的这些争议啊，然后还有一些雇主上的一些，不管是虐待、性骚扰等等的状况。好，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除了1955专线啊，1955专线首先，然后可以申请劳工局这边来进行调解的。或者是之后不管是要转移雇主，还是说你要就是要安置等等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这个部分，然后你除了打1955以外，如果你在高，比如说我们高雄市啦，你打1999也可以转到相关的任何服务，你有任何生活上学，你也是我们这城市的一份。
都在高雄的。那当然他另外刚刚提到有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休假的问题，你现在家事服务业排除劳基法适用，像这些我觉得很多我们国家未来整个法制面上需要改进的事，希望我们能够逐步去做。像是前面讲到仲介的问题，我们去年修那个就业服务法，对，修就业服务法说那个三年出国条款，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随着这个法制好，其实它转换，我们认为它是进步的过程中间，那还是遇到说他们有一些诡计的手段，比如大型企业用你是不是续约来做一些诱骗或者是威胁等等的。那我们觉得政府的责任，当然政府或者是说政治部门的责任，就是去我们尽力去发现这些问题，在这个立法的这种修法工作中间去做一些努力。那如果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也是请大家继续再跟我们说。好，以上大概是这样，谢谢。谢谢局长。那么刚刚有另外一位朋友，刚刚这样的问题回答，就说我们今天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提出。好，刚刚有这位先生有提出了一个问题，来请说。我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向主办单位，一个是向那个参与这个移民危险者的参与者。然后首先那个想要问你们两位，刚刚那个讨论成立这个移民危险者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让他们中文写这个文学？因为我记得日本90年的有类似的文学活动，然后他们的规定都是不管是哪一个国籍讲什么语言都是用日文写，然后这个部分跟台湾不太一样，所以我想问你们一下，就刚开始讨论这个文学奖的时候，有没有考量这个让他们用中文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想要问那个你们两位，我先跟你讲那个第一届移民公文学奖的作品里面，我觉得你的作品最好看，不晓得为什么评选最后选那个作品，我觉得那个作品最好。然后想要请问你们两位的问题，就是你们的母国语跟母语的距离，因为这个移民公文学奖的投稿条件就是用他们的那个母国语嘛，而且我不晓得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母国语跟他们的母语的距离多大。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菲律宾朋友，他跟我说他不太会讲菲律宾的国语，只能讲他的族群的语言跟英文，所以我不晓得如果你们主办单位让他们好讲他们的想法的话，说不定他们用母国语不能好好的表达他们的想法跟情感也说不定，所以我想问你们这两个问题。标点怎么样，就是他那个是我们很清楚，可是你知道换成印尼文或换成塔加龙泰文，他要怎么算字数呢？那我们文学奖都会有一个规则，就是例如说我们要5000字以上6000字以上，那我们不要讲其他语言嘛，我们讲日文或英文的5000字跟6000字跟中文的1000字，中文的6000字有多长的距离，它是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是统一一个，例如说以泰语，我们针对泰国移工的比赛，那还 OK。可是我们是这么多东南亚国家的移工，然后我们还要首先先选定一个主要语言，然后选完之后，我们还要去定定一个适用的规则。然后我是属于打破规则派的，所以我就天天就是跟那个遵守规则派的在吵架，吵到我就翻脸。就因为我会觉得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可是
比赛为了要公平，通常都要设限，这真的就没有办法，因为你不能大家起跑点，我不能因为你人种嘛，我不能因为你黑人跑得比较快，所以我让你跑得比较长，没有，就全世界就是体育比赛规则都一样，就后来就还是妥协了那个规则，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这样说，就我们非常清楚，印尼文不等于我手我的母语，或塔加洛不是我的母语，因为我可以理解你那个菲律宾的情况，对，我本来是学塔加洛，我有学塔加洛，可是后来我就完全放弃，因为我发觉根本也不通，就是你去菲律宾，你也不能够就是用塔加洛，这样我完全理解那个语言，可是今天我们就是为了设定规则，所以我们必须就是限定好我们以最大数最大众的那一点，而且我觉得对印尼文来对塔加洛相对于印尼文来说还是就是塔加洛不是大家会，可是印尼文是大家都一定会，对，所以这是不太一样的。那就像我们可能台语比较溜，我们还是要去讲普通话或是用中文写一样，它就是一个规则，我话懂。那中文当然就是在这前面，因为如果我们要办一个中文比赛的话，就是不公平。因为我学中文，我先来后到，我怎么用这个中文？而且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多 lucky 是生来作为台湾人，就你一出生你就是会这个语言。可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来说，中文是一件很难的，超难学。学字很难学，我学过，因为它每个字都有一个 history， 所以不能了解。然后你学如果没有按他们写，要一二三四学都不太好。我觉得就是凭良心，我们摸着良心讲，我们自己现在写字我们都写不出来，我们何必要求外国朋友这么做？然后而且所谓一个文学奖，让他们用自己的母语或母国语来表达，就是我们，你知道，就是虽然我其实一直在考虑那个翻译过程中会不会 miss 掉某些东西，可是至少我们还是可以想象我们在把中文翻成英文的时候，我们会试图，即使它没有那么准确的翻过来，我们还是会想办法用那个最准确的字。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试图去切近他的语言，他本来使用那个语言后面的那个文化观。就有些我们都清楚，有些台语或是有些中文，它不可能被翻成英文或是其他语言。可是它那个是承载非常重的文化力量，所以可是你不能说我翻译不出来，我就不翻啊，或是我不做这件事情。它可能会中间经过几个过程，把它拆解，然后变成那样的语言。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其实我们要去认识的是它后面那一套文化。以印尼来说，它那个伊斯兰这个信仰，它那个字，它去讲真主这件事情，后面承载的是一个多重的力量。那虽然我们后来翻成阿拉或真主，可是我们可以立刻意识到那个东西是一个文化规范啊。对，所以后来我们会想要这样做的原因，我还是要必须要把我刚刚因为讲那个案例，去年得奖那个案例没讲清楚。我会特别提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很喜欢移工文学奖的某一点，相对于你直接翻译印尼的文章，或是你直接用台湾人去写移工，它重点在于它今天因为来到了这块土地，它原本的文化跟这块土地的文化是产生交互作用，是冲撞的。那冲撞之后，它会有一个火花在那个地方。随便举例，例如说那个他用红葱头，他买得到那个酱料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他生活产生困扰？或者刚刚讲的就是吃辣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可是台湾人没有办法理解。可是他把它带进来，他去告诉你说，哦，我在台湾这个社会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哦，或是我在台湾非常需要，就是我拜的那个地方，我的地板怎么？我是要有这样的空间，他把这样的文化带进来，才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哎，我们是不是少想了什么？或是他会告诉你，他非常 enjoy 的是什么梦时代，或者是非常 enjoy 的火车站，台高雄火车站前面杂货店那样子的空间，哎，那你也会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们不知觉当中给予了他们一个呼吸的地方，这样就是这样的文化冲撞。那所以包含语言文化跟他们在文具当中的承载，
再去，就是我想要提醒的是，他是在这块土地上，让他自己的文化跟这块土地产生交互作用。所以当他变成中文书写的时候，他就完全失去那个东西了。然后因为他也找不到那个字嘛，找不到中文中相对的字。然后二来是母国语这件事情是一个，我觉得就是最基本的规则嘛，那这没有办法。那个。啊，我某个程度回应了第二个，刚才第二个问题是，其实妥协啦，就是最好是不要用写的，我们就弄一个那个哈利波特的帽子，然后哎，他的思想第一名，他是第二名。其实我后来就慢慢越来越理解，像我们从前是记者出身，骂政府就是骂得很开心，可是你真的在做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要顾，这个要顾。然后要怎么样走一个中道的，被骂 OK， 可是我们的那个还是要让它办下去。然后我们某一个部分的中心意志要让它呈现。不使用中文，这个就是其实某个部分呈现了移民工文学奖刻意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移民工发声。那他怎么样发声最开心？今天叫我讲英文也可以，我就硬着头皮讲啊，来一个。可是那可能讲不到我内心的话，因为有些字我找不到，我英文不够好。那比如像南丽他们来，他中文已经算很好了，可是你只要用中文讲完一整篇，我相信跟他用印尼文讲完一整篇，那个差距是非常大。所以也回应到我刚才前面讲那个形式的问题，我们就是刻意要排除中文这个形式，然后请他们用母语来讲。而最后呢，因为是四国语言，最后怎么办？还是要回到中文。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希望是跟台湾是有连接，我们也没有刻意要敌视台湾或敌视中文，就是一个妥协，但是藏了一些我们想要懂，也没有藏啦，摆明的讲，我们就是这样做。那中文比赛，移民工的中文比赛，其实还蛮多的，就是那作文比赛。可能那是作文比赛，我们自我期许，我们是文学奖。虽然有没有做到，那是要看大家的公平，大家的意见。可是我们希望我们做到的是文学奖。那我们现在自以为跟我们并驾齐驱的，那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用各国语言写，对不对？那评审也不是都看得懂，评审也是看翻译的。所以你就是诺贝尔，阿波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等级。你下次出书下面可以写马月，等等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等级的作者阿波出了一本书之类。我很谢谢你，您的问题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深。我们要回答，那我刚有问母语，他的母语是Java。Java。对，还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就是。我知道我们来好多来自爪哇岛的那个印尼朋友都是母语是爪哇语，可是包括我们的翻译，我们能够翻译的人不完全是能翻爪哇语，因为很多是华人他会印尼文，他不会爪哇语。好，那菲律宾那边也是这样同样的问题。塔加洛是菲律宾的国语，但其实不是最大众的语言，可是就是国语嘛，他们的国语，所以基本上大概会，所以我们能找来帮忙翻译的人，或者做母语评审的人，只能凭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开放说好，菲律宾的所有方言都可以投稿，但我们一般都，我们连母语评审都找不到，印尼的方言更多了，那所以我们还是在，就是在开放和收缩之间找到一个不得已的平衡点。你可以讲一段爪哇语给大家听。讲嘛。现在就叫话，如果午安，他们说苏根西安，苏根西安。他的叫话跟我爪哇也不一样。对。对。叫法是。东南。对。东爪哇是比较很阿萨的，对吧？一种粗鲁，比较粗鲁，对。
东 Java 比较粗鲁，然后 Central Java 那个比较很皇室的，很乱的人，然后那边West Java 都不一样，都用顺的，很，因为在印尼大概有3800 language。然后的教法而已，大概有那个几种，好像有30种不同的上词哦，教法而已。这个还没说嘛，然后他就说卡里曼丹，所以我们是有3000多那个 language。所以还有我们来台湾来还没来台湾的时候，是我们先讲国语而已，没有写字，所以如果用中文哦，不要，真的很难，因为还有时候我们讲话这样，我要说写。然后他们听到的血，这是那个 blood， 跟那个、blood 跟那个跟讲不到对不对？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分享，这么讲是真的，中文是怎么讲这样？所以我希望我希望可以写那个 how to speak correctly。In Mandarin， 所以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中文开始。其实呢，我们国家有一个原说嘛，就是中文的语言是全世界最好学的语言，但中文的文字是全世界最难学的。所以我想，对他们来讲，我觉得，他们学会讲中文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对对对，我觉得用母语让他们讲来讲，他们可能可以更发挥的更好。那么还有哪位朋友要上？对，再见。OK， 好。就是我刚刚举的那个日本的例子嘛，日本也有类似的。然后那个参加日本的类似移民公会学长的那个参与者，他们的日文没有很好，而且他们用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语言来做那个日文的文章，所以我觉得很多那个日本的作家、诗人都很认真读他们的作品，因为不是他写的日文好不好，不是这样的问题，因为。用别的语言、别的文化背景来写这些东西，对日本人来说很特别，可以改革目前的线下的日文，所以很多人很想读他们的文章。所以我觉得中文好不好不是问题，而且看你们两位的程度应该已经过了。我来，没有这样，因为印尼文你反映到中文，你讲话跟学不一样。以前我常常都用英文来跟老板那个姐姐学字打字，但是最后面这个我老板不会英文，就用中文。他们写东西给我在那个留那个 line 啊，还是那个 WhatsApp 啊，都只有用中文。因为我有学过中文一点，所以简单的字我都会看得懂。看不懂不是的话，我都会反应用 Google Translate 的。我要回答的时候，我都用 Google Translate 来用，可是跟他的本意跟我要讲的时候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还在想这个是对不对，我这样学这样，因为真的中文你写一个字你本意都有很多都不一样的 meaning 嘛，还有中文是很多的很深的字，我们就真的不会讲也不会看。其实日文的功我可以稍微就插一下，我跟我学日文，然后呢学日文的时候，其实有个最大的差异是中国字是一个一个字的汉字，但英文来日文来讲，比方说我们说明天这两个字对不对，你要写笔画，但日文来只要讲阿西达，你51位了就 OK 了，阿西达哦，阿妹的是下雨，可是我来讲明天下雨这4个字，每个字都要狠狠的要去学会那个字，而且就像刚刚那个杨子讲的，每一个字的同音字太多了，光是那个写呢，那个写那个字，那个写有多少个字的同音
字。那在日文里面有同音字，虽然有哈西哈西，筷子跟桥虽然同音，可是你上下文对的时候就 OK 了。而且我刚刚讲中文的那个语言是全世界最好写，因为有过去式，哦，谢天谢地。然后呢，开始文字的部分，就刚刚讲一个一个字的方块字，我们小时候都吃过这个骨头吧，边学边哭的经验一定都有。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日文，所以他们比较容易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五十音他比较容易，这点我看恐怕要多体谅一下。对，这点我不好意思。对，当然未来的时候压力当然一定会努力，将来也许他用中文写作的时候，那我觉得那就是我刚刚讲我们的林光文一讲的时候，我们也另开另做中文写作。怎么样？不错吧？不错。我大概理解那个这位朋友的意思哦。我也蛮同意的。那也是因为其实像我每次讲文学奖这件事情，就是我并不是要找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来，我是希望把用文学奖这件事情来改善台湾本身。那个日文的那个形式，我觉得也当然可以参考。可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考量最担心的是变成一个请大家就是让这些移民工变来欢迎你们融入台湾变成台湾人的一种高傲的姿态，我觉得那个是不管能不能达到那个目的，但是这个目的会达到，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很不想做的事情。我们想做的是希望台湾人向他们学习。所以，不过我知道你那个意思，我觉得那个可以考量一下，也还蛮好。我不知道怎么做，那再说吧。演讲比赛可以。哦，演讲比赛也许可以。啊，还有没有谁要讲话？啊，还是试试。丁局长，还有那个Mr. Zhang。Mr. Zhang，谢谢。我今天来也是录音间来参加这个座谈。那我看到这两个，听了这么样子的，我也挺感想。那第一也是有两点，一点我要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政府吧，还有律师的张这样子为这种外移民的劳工这种做一种服务的这种活动这样。那第二点呢，我今天很高兴认识两位 very smart 的移民女士啊。那我是说，今天我这样感想说，那他们这样子在这种环境里，他们会这么样子找为自己啊，会为什么找？那我是讲了一点笑话，在现在在公园里面，常常都是看到都是老人家，是不是被印尼的推的这样老人家这样子？在有一天下雨了，那这样子的那个。本来是早上是出去是一个阿妈，回来的是一个阿公，那另外一家出去是阿公，回来是阿妈，那他这个主人都不高兴了，怎么会这样子？那这个印尼的老姐妹就说没关系啦，明天反正我们都会出去再交换回来的。那我是在想说，既然这个像那个你看。你原创，你有一个那个 Facebook 这种 group， 有时候你们也是可以在这种管道上，在提醒，就是说你们在这边工作也是有，这个什么事情都是有一个正面的反面的非常的案例，也有很好的，但也有是比较，就没有那种责任心的嘛，这样。那我是说，像您这也是可以常常有这种管道。跟你们这些朋友这样讲，当然在这边照顾这些人的时候，也是要动心一点这种样子。这个也是一个双方的了。当然，我也是很希望说，像你们也很幸运，有遇到都是蛮好的主人的。有的是我这个也是很糟，我也常常听到，有的是蛮这个，像我们这是将心比心这样做事啊。那我现在还想的是，他们刚听你们讲。你在这边这么样求知识，那你还要想到传回去，到你们的家乡、你们的祖国去传播，想教育下一代，这个我也是非常的感动的。那就想说，常常你们在这边就会像律师当有这种反倒给你身上写文章，那也算你们常常会把台湾这方面好的事情也可以写上去，那也会传到你在你们回家
你可以等于是做这种一种非常的很好的播种样子吧，你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种子这样子的，在台湾人也是很辛苦的这种这样子，但也到印尼后也让你们这种种子在印尼也了解台湾这边有很好的一面，非常的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我想今天呢，看到朋友们都非常的踊跃的来讲，我想可能还有些朋友现在可能有想讲，但是也讲不出来，就我想有个小小的要求，看大家可不可以同意，就说可不可以请大家呢，就是留下一下你们的表联络方式，将来比方说是我们灿烂时光有什么样相关的活动，或者是说我们移民公文学奖有一些作品开始出来了，那么得奖作品什么会有资讯通知给各位，然后呢让大家有机会呢继续可以关注我们的文学奖，关注我们的移民工朋友，所以待会如果离开的时候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我们这边那边可以请你留下一下你的比方是 email， 然后我们可以寄资料给您或者是联络方式。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现在是四点钟了，那对对对，那移民工朋友们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们的时间可能要赶回他们的家里来赶回去，所以呢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大合照，大合照是吗？好，行李如一，我忘了这件事情。那 OK， 那局长可能要往中间靠一些些，大家拍一张照片，还是说我们参与的朋友，我们先大合照一张，然后参与朋友们给大家一起来拍个照片。好 ，OK， 来，我们这个观众朋友，我们先参与，就是你们参与，包括你干嘛脱外套？